这是我今天首唱，请大家包含一下。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团，我们这一团是应该会毕业团，因为每一个都是大四。我们五个里面有四个都是曾经担任过社团干部，所以应该也算干部团。我介绍一下团员。左边穿红色衣服是我们前主唱 Kiki， 那右边贝斯手玉祥，那吉他手阿涛，还有我们的鼓手瑞祥。啊，对，我是议员。这首是广州一百种生活。整个海洋摆动，柔软的举起我，我的